耶和华啊，我对深渊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愿你啊耳孔听我恳求的声。耶和华啊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在圣洁的主日，我们再一次用欢欣喜乐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，也向坐在宝座上的羔羊献上我们的赞美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当信心的我的心我的俄罗斯请求在西台比欧，当信心的我的心我的俄罗斯请求在西台比欧，我的俄罗斯我的俄罗斯请求在西台比欧，我的俄罗斯我的俄罗斯请求在西台比欧，当信心的我的心我的俄罗斯请求在西台比欧，当信心的我的心我的俄罗斯请求在西台比欧，我的俄罗斯我的俄罗斯请求在西台比欧，我的俄罗斯我的俄罗斯请求在西台比欧，当信心的我的心我的敬拜主请求在西台比欧，信心的我的心我被敬拜主请求在西台比欧，我被敬拜主我被敬拜主请求在西台比欧，我被敬拜主我被敬拜主请求在西台比欧，当信心的我的心我被敌得主请求在西台比欧，这是咱三个起立，用信心297首，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，咱三个开嘴，大声来吟诗，俄罗斯的上帝。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天父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因为当我用感谢和欢喜来俄罗，我的心通跳跳，我的灵要得到快乐。我伫俄罗感谢的内面，我通体会主你创造的奥妙，圣孝主你对我的恩典，祝我是这么有福气。通借着每一摆敬拜聚会，透过俄罗斯赞美来陶冶阮的心灵，荣耀主你的圣名，祝阮满心感谢你。祝你深知阮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怜悯阮的无够也，阮通借着圣子主耶稣基督，合
也是伊怎样用坚定的意志，抵挡撒旦魔鬼一切的引诱甲威胁。求主你保守阮的心怀意念。阮即时要开始阮今早起的敬拜，求主你的圣灵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安静阮的心思意念，让阮的敬拜分别做成，得到主你的感纳，让讲甲听的拢会当三角得到利益。祝阮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时要参加来启用启文第十八篇诗篇第九十篇。主啊，你伫各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地甲世界你还未造成，你予人归途，因为伫你看一千年，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。你亲像用大水予伊流去，伊亲像草，早起时无生。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，阮的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？耶和华要到第时，求你倒转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予阮满足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。愿你所做的对你的罗卜显现，愿主我的上帝的美妙点在我的顶面，我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。咱这时要请圣歌队来赞美，因所献的诗是伊赐我平安。
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，是记载在《圣经新约》马太福音书，咱要对第四章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。马太福音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彼时耶稣被圣神带到旷野，要受魔鬼试，已经禁食四十日暝，后来就邀试的我来，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子，就教这的石变作饼。那是伊应讲，有记载讲，人的话唔那话靠饼，就是话靠对上帝的嘴说出隆重的话。第五节，魔鬼就带伊到圣城，予伊徛伫殿的马溜，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子，就家己跳落去，因为有记载讲，伊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。因要用手扶你，免得你的脚踏着石。耶稣甲因讲，阁有记载讲，无去试主你的上帝。魔鬼阁带伊到上极高的山，用天地万国甲伊的阴光予伊看，甲伊讲：你若拍落拜我。这个我拢予你。第十节，耶稣就甲伊讲：撒旦退去，因为有记载讲，要拜主你的上帝，独独服侍伊那定。咱只是要请牧师为咱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远离试探。里面也祝大家平安，邀请来搁一届阿头十个来祈祷。听我的爸上帝，我感谢你。当阮进入上帝你的殿，阮就深深用感恩的心向上帝讲感谢。因为若是上帝你的恩典，若是上帝你的恩赐，阮就袂当成做你的儿女，阮就无今仔日的福气，会当进入上帝你的殿来敬拜。这个时求主你帮助阮，阮要透过阮今仔日整个的敬拜，伫敬拜中甲主你三度。当阮吟诗而乐时，阮感谢主。当阮祈祷时，阮拜的阮对主你的恳求；当阮做阵彼此请安的时，阮感受着上帝你的疼，激励阮彼此三听。当阮这个时用上帝你的话，搁来听上帝你的信息，也阮深深去体会着上帝你对阮讲话，互阮透过上帝你的话明白真理，明白阮去世间遮做一个人。我要怎样活出上帝你的见证？求主你教阮三个弟弟，予阮搁一届恬静，予上帝你的声进入去阮心中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列位亲爱的姊妹，牧师先问咱一个问题：咱在座给咱最近的中间，检查是你想起半年还是一年前？这一年来？你捌碰到试探的人举手 ？OK， 唔捌碰到试探的举手 ？OK， 啊，拢无举手是安那？我想咱有人拢客气，无举手。不管你有碰到试探啊，无碰到试探，咱来想看卖，什么叫做试探？实际上，今咱的生活环境中啊，有真侪试探，今咱的中间，我举几样例，比如讲。早起想要去保险公司踅街，就甲我的先生讲讲，我今日去踅街是因为心情歹，所以我是要去散散心。我的确未买物件，我是去保险公司找一下冷气，但是回来了吼，大包小包个毛就定回来，因为去到保险公司是最的引诱，最的试探。明明你家己讲讲，我已经戒酒啊，有一天去朋友家。朋友摕一罐洋酒，讲这个洋酒是偌贵，安好不容易保留了来。明明讲我家己戒酒啊，但是讲迄天我暂时无要戒，两天才去戒，受不了迄个引诱。我看咱小时阵，咱拢有这种的情景。明明咱讲我知我即马较大块啊，
要瘦身，对不起，我讲牧师啦，牧师拢瘦的。说杨明明讲，我即马较大块，我想要瘦身，才袂食，才袂食。但是桌顶物件一个摆出来，嘛讲好了，我明仔载个开始。其他中间有侪刺痛，侪引诱，侪刺激。大人甲囡仔讲啥？大人甲囡仔讲讲，那受电脑或者看电视，遐色情网站、色情的诶骗子不要看。甲囡仔安尼教，但是等有一天，电视家己拍起来，哎、欸，今仔有这种节目，佮目睭一看，囡仔大人拢无人伫咧，家己嘛看甲三更半暝。咱做囡仔嘛是同款，明明甲爸母讲啥，甲爸母讲讲。我去外口绝对不会跟人相拍，我要做一个乖孩子、乖同学。但是当外面碰到一挂大哥级的，用话甲你刺激，甲你敬两三句啊，你就挡袂牢，输人唔输阵，表示我是英雄气概，拳头舞就出来。我想今仔中间有真侪只个刺探，包括咱做一基督徒嘛，即种个真大个引诱甲刺探。咱拢知，咱讲对家己讲，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。所以礼拜日，我绝对要去做礼拜，绝对要去做礼拜。但是安那，外面有朋友的邀请，讲无要紧啦，小请假一下无要紧啦。有朋友邀请讲，真难得的机会，大家通做一阵啦。所以有时咱就受引诱，就不来做礼拜，就甲上帝请假。那是会当甲上帝请假也好，有的是干那甲牧师请假，无甲上帝请假，完全离开咱上帝。我想起这个讲这个例，中间实际上咱来检讨咱家己，在咱的生活中有偌尼侪刺探，有偌尼侪引诱，有偌侪刺激，几个所在，予咱陷落去做做咱的矛盾，陷落去咱做做咱感觉咱想歪做，都是咱却去做的代志。含落去做做，咱想要做好，却袂当做较好的代志，甚至予咱跌倒，予咱跌倒，像是含入去一个深坑内底，予咱伫个中间愈跌愈深。所以试探，伫咱今仔日社会中，对咱是真大引诱。当然，咱知真侪试探中间，咱已经举起咱手机来说在讲，我要跟试探说 no， 咱要远离离开这个试探。今天的圣经节，今天的信息，不能帮助我们做一定来思考，做一定来反省。当一个人有破病的时候去找医生，医生的确要一间诊断，说你属于什么样的病，属于什么样的症头，才可以对症下药。所以今天同样，今天我们要说这个试探的题目，那不能够先帮助我们，到底我们的受试探，到底我们是对哪位受试探，迄、那个试探是甚么款的来源？知影迄个来源，佮明白迄个试探对咱有甚款的后果、甚款的影响，咱才会当对症下药。所以头一点对咱来想，试探有甚么款的种类，有甚么款的来源？透过咱信仰的前辈，罗德马丁迄个所在，伊将试探分作三种。头一种是来对咱人的肉体的试探。人的肉体的试探是来对咱家己肉体的试探，给咱来人的内心内底有一个自我，迄、那个自我包括你的私欲，包括你的情欲，包括你的感情，包括你的理性，伫个中间。有时给咱人生的中间，有咱的理性甲感情伫个所在咧搞；有时给咱人生的中间，有咱的肉体甲咱的精神的层面伫遐咧搞；有时给咱人生的中间，有咱的情甲欲伫个中间咧搞。国去讲纠缠，其个所在咧教，有时甚至有善甲恶，其个所在咧教。不过保罗讲一句话，讲苦啊，我的罪人。伊讲苦啊，我的罪人，因为我的心中有两个律，一个是善的律，一个是恶的律。伊其个所在讲起讲，当我的心想无要去做歹，总是我却行出是歹。伊的心中嘛，其个所在讲讲，当我的心意爱要去做好。所以我所行出来就是歹，所以迄个情甲欲，迄个纠缠，迄个高高低低中间，好难看见虾米个，好难有时无清楚咱家己到底想要爱虾米。迄个欲望一直升官的时阵，有时咱失落去跟咱家己自我，咱会一个界限，虾米是咱所需要，
甲什么是咱想一直要爱，什么是咱想要得到，什么是应该咱放。伫个肉体的试探的中间，互咱陷入最最的深渊。所以，迄个肉体的试探、肉体的刺激，包括迄个引诱，互咱伫个所在，正做一个犯罪，甚至惊上帝所无欢喜的事。所以罗定巴丁去这个所在讲，伊讲试探第一种是对咱家己，是咱家己肉体、咱家己本身的问题。第二项的试探是啥？是咱所环境、咱的世界。咱每一天目睭一个光，目睭一个金，看着咱的世界，就做做引诱。看着别人穿明白衫、穿明白鞋，就对咱有刺激。咱是讲，哪有我偌好呢？看着人有名、有名声、有地位，咱就想讲，哪会当安尼偌好呢？看着人咧中乐财、中乐透，咱想我哪会当得到偌好呢？所以，外在最最环境的引诱起的所在，予咱其他咧面对最最刺探。其实刺探中间，有时予咱为着要得到遐物件，所以咱不得手段；要为着得遐物件，甚至予咱唔呐不得手段，予咱其他犯罪、其他做，咱对不起家己、对不起厝内底人的事。同款，当咱每一天看到报纸、看到杂志、看到电视的报道，其实所在有最最遐暴力、最最遐仇恨、最最遐。互相无重视的对待，互相自大，互相辱骂，遐个事，互咱感觉这个世界，敢若我了出就安尼，我的拳头母较大，我讲的话较大声，我才会当伫这个世界生存。所以在这无正确的价值观，这在负面的今日环境的中间，这声音一直咧甲咱讲这样事，咱袂当满足个。你对咱讲这样事，我是不是要受这些朋友、受这些影响？虽然在不良的环境的中间，有时咱交到这些歹的朋友，抵交咱犯罪。所以这个试探是对啥？不是咱家己，是对世界的引诱。罗德马丁哥讲一项试探，第三种是甚物？是对魔鬼撒旦。魔鬼撒旦就是甲上帝对敌的，所以魔鬼撒旦时常和咱做。那个好康，做做甜头，其实好康甜头当然来引诱咱，来打击咱的信心，来分化咱跟上帝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咱也是有时家己站无，咱的信仰站无在，咱的信心站无够坚定，咱就迷迷糊糊的中间，其实所在受这试探，可能开始怀疑，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不是有真正的上帝？可能开始怀疑。咱的信仰是甚物？予咱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，予咱去否定上帝的关联，予咱去藐视上帝的道，最后予咱离开上帝。所以，当咱讲咱面对这些试探的时阵，咱先要去分清楚，到底这个试探是因为我家己肉体的软弱来陷入去这个试探中。也是因为在外在环境的引诱，我陷入去这个试探中；也是魔鬼撒旦的罪工，我陷入去试探中。当然，每一个人有甚么款的镜头，有时甲伊的年龄，有时甲伊的背景，甲伊当时的情况有共款。比如讲，较独苦的人容易三高。比如说爱喝酒，上班不正常，一直加班的人肝是比较不好。同样，这三种的来源有时也有同样比较特定的对象，比较容易来犯到这些试探。比如说肉体的试探，少年人、青年人血气方刚，但是感情情感脆弱，意志力薄弱，所以这种冲突的中间，有时容易随在自己肉体的试探，其实所在跌倒，无够坚定的意志，无够清晰的情感，总是甲黑气，其实所在用黑气要来决定代志，用黑气来其实所在跌倒。有时来对无健全的家庭，也是咱人格发展无健全中间，有时也容易予咱产生一个困扰。所以，这个肉体的试探，
要去抵挡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是咱家庭的教育，甲教甲学校的教育。在家庭教育甲学校的教育中间，咱扮演重要的角色。特别是最近咱的国小、国中内底开始有足侪遐多元的遮教育，但是讲到多元的教育，都讲到多元的婚姻，讲到多元的家庭，其实种咱的社会中间，有时咱给咱家庭、甲咱的教会、甲咱的社会中间，免啊教导咱的囡仔有正确的生命教育，有正确的品格教育，有正确的性别教育，这是咱做父母、做家庭所未当忽略。所以对其肉体试探，特别是这些少年人、年轻的人，因更加咱得陪因来行，避免这些试探。对于世间的应用，跟咱的年纪有关。当咱愈囡仔时阵，咱单纯；同时，当咱的囡仔渐渐大汉的时阵，当咱的囡仔渐渐大汉的时阵，咱年纪渐渐大，咱开始外面的试探愈来愈多，外面的声音愈来愈多，外面的应用愈来愈多，外面的刺激愈来愈多。特别是当咱在追求社会的地位、社会的管理、社会的名声的这个过程中，更加充满最最外面的期待，也是当咱家己本身已经有地位、有管理、有名声的时阵，咱唔通袂记哩。当咱家己有地位、有管理、有名声，到这个地位的时阵，你的期待更加多。所以，这是咱家己爱去表面。面对咱媒体的侪侪广告的包装，面对咱侪侪道德观念渐渐起的所在，沉沦的是急功近利，真侪商业的行为、行销的行为，和包装起咱的社会中，这些拢是咱去面对的试探，咱和咱对世间咱所得到的。第三种，对其魔鬼的试探，撒旦的试探。魔鬼的试探，撒旦的试探，对什么人特别有口味？伊的确未去找迄个半神遐有神啊无神的，伊的确去未去找遐二六六的基督徒。当咱食做愈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人咱食做是一个更加忠心的服侍者，就是咱撒旦对咱的一个攻击的开始。特别是咱食做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佮面对更加侪的试探。因为魔鬼撒旦就是用最多方式，要让咱在好的基督徒，要让咱在属灵领袖，因为好的基督徒、属灵的领袖、忠心服侍者，你咱的影响力愈大，所以要拍倒咱。所以当咱加入一个基督徒，咱更加进步，更加有好的见证，更加有贴心，更加愿意服侍，更加愿意加做咱一个教会领袖时，咱更加爱舍你，因为魔鬼的试探时常在咱中间，所以这试探。这些试探对咱的确有最最影响，迄个最最影响，当然对每一个个人来讲有万款的影响，总是总体来讲有两项真大的影响。头一项是对起咱个人甲家己的关系，对起咱人甲家己的关系，互咱伫别人的目睭中，互咱因为失去这些试探，咱失去咱家己的自我。予咱给咱道德标准愈来愈含落的时阵，予咱唔那伤害咱家己，也予咱伤害到咱出四边四周的人。所以，在当咱受试探、含罪、犯罪含落去迄深浅的中间，唔是咱家己跌倒尔，是给咱跌倒的背后，予咱的厝内底人也流目屎，也艰苦心。和咱跟人甲家己的关系，甲家己的关系，甲咱四周的人的关系，其迄个所在，其也受连累。同款，试探和咱付出最大的影响，除了是咱家己、甲家己人甲关人的关系以外，也和咱甲上帝的关系发生问题。和咱甲上帝愈来愈远，因为试探时常就是要引诱咱离开迄个神，行向迄个歹。当咱离开迄个神愈远，就近迄个歹、迄个邪恶愈多时阵，就是咱离开上帝愈远。就是当咱离开上帝愈远的时候，迄个恶在咱中间继续伫遐咧发作，恶在咱中间咧掌管，
让咱其他所在受捆绑，所以咱就渐渐离开上帝恩典愈来愈。所以，迄个试探是咱甲上帝恩典中的一个真重要因素。等咱离开上帝愈来愈远，等咱离开上帝恩愈来愈远，等咱上帝恩典离开咱愈来愈远，上帝救赎就离开咱愈来愈远。所以讲到这事，予咱来想起，那是安尼，要怎样克服这试探？要怎样克服这试探？意思讲，这个时阵，咱已经明白咱的尽头，也明白什么可能来较容易犯这尽头。那么在犯到这尽头，犯到这边，对咱有什么可能影响？等咱深深知下的事了，个人，就是咱要怎样来对症下药。咱要怎样摕着好的药啊，找着好的医生来对付这个试探。所以试探的克服，我想是要超过咱的，透过咱信仰的操练。信仰的操练，什么叫做操练？操练意思是讲要付出代价。操练的意思就是讲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操练的意思不是讲一个目睭一个天光就完全的改变。操练就是要慢慢的累积，所以去那个操练的顶面是咱信仰上的操练，就是咱来讲到一个拼扛家己、看无家己的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拼扛家己、看无家己的基督徒。拼扛家己，国语讲叫做倒空自己；看无家己就是虚举。意思讲，看拼扛家己就是爱家己爱清，时常一寡代志爱清。哎，穿好好势，变好扫，变好清气。迄、那个虚极意思是讲，看无家己，就是爱谦卑。只有爱一方面清，一方面谦卑，上帝才会帮助咱信心，才会跟中间做工。所以，伫这个操练的顶面，牧师提出三项：头一项，爱看清世间所有的事物甲财富；咱爱看清世间所有的事物。甲所付的才会在乎，应用几段的圣经在帮助咱了解这个意思。以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十八至十九节安尼写讲，讲，《以罗马人书》十二章第二节安尼写讲，讲无得甲这个世间相款，国语讲不要笑话这个世界，第二讲唔当甲这个世间相共款。意思讲，想恁着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当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转的旨意。免免拄迄个试探，头前因为咱生活伫这个世间，所以咱爱看清楚世间的这事物甲世间的财富。迄、那个要看清楚的第一项，就是真清楚《罗马人书》十二章第二十甲咱讲，就是啥？就是咱无要甲这个世间相款，咱无要甲这个世间相款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那你的价值观甲世间人共款，那你对世间的看法甲世间人共款，你就无法度去切断这个试探。所以你头前我无要甲世间相共款，来互我的心智更新变化，心智换新个变化。伊是伫我的心内底，一直逐天有咧变化，逐天有新的上帝话进入去咱中间，逐天有新的挑战放入去我的中间，逐天有新的自我的要求，自我要家己改变，要为了较好，甲对家己的挑战，伫咱的中间，心智换新。伊讲安尼，咱才会当去分别什么是上帝顺转，看做先所欢喜上帝之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五节讲，讲独独属灵的人才会敢看透这些事。所以咱若成做一个属肉体，成做一个属世间的人，咱永远袂当看透世间的万行事。咱只有成做一个属灵的人，属灵的人，咱台语的圣经讲属是属神的人。你甲属是属神的人，意思就讲，就你甲上帝有关系。你跟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你就成为一个属神的人，你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。你成为属灵的人，上帝才会当享受属灵的眼光，让咱去看透万事。
迄、那个要看透世间所有财事物、所有财物，就是咱要有上帝的目睭、上帝的眼光，不可用家己的眼光来看这些事。所以马太十六章二十六节讲讲，咱若赚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，有相干的理由。所以咱都不要将这个世界、将这个赚钱这些事，成做咱的唯一、个上重要的事。第二项，咱在朝廷的顶面，上帝帮助咱，让咱甲精神、肉体的贪欲、的贪心、甲欲望来做一个切断。真侪事就是因为咱有贪心，甲迄个无法度去满足的欲望，去迄个所在咧，甲咱刺激，咧甲咱引诱，所以咱去咱精神、肉体的战术中间，咱要怎样甲这个贪心、这个欲望，去这所在做一个切断。意思讲，做一个家己做一个界限、界限，伫迄个界限内底，我到遮就满足。伊有所书第四章十八、十九、十九在讲，因为因的心思黑暗，就隔断着上帝话命。因为恁的心思若黑暗，就隔断上帝所想的话命。什么叫做心思黑暗？心思黑暗就是无上帝光来照咱，心思黑暗就是咱用歹念头来取代上帝的道理，心思黑暗就是咱去迄个犯罪中间，咱家己自我去个所在，容允迄个犯罪继续去咱中间。所以心思的昏暗，就予咱甲上帝所想出的生命去个所在得到隔断，所以咱伊讲，因为这事，所以咱就是因为咱家己的心内会无知，心内会刚硬，所以咱的良心其实所在来失去，所以咱就放纵私欲来行罪判。所以反正其有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，其实所在讲讲，所以因为安尼，所以恁就脱去恁旧的人的迄个衫，所以恁就爱。脱去恁迄个旧的衫，就是迄个叫引诱咱的需要，伫迄个败坏的败坏，和咱的心神换新。咱就穿迄个新的人的衫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。所以，迄个甲精神肉体的贪欲的切断，真重要，就是你爱脱去。国语讲。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你要假设一个，迄、那个旧的人，你要甲脱掉，迄、那个旧的衫甲脱掉，穿一个新的衫，完全假设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这个就是七等。第三项，试探的克服，就是咱无贪恋这个世间的万物，佮佮主神去属天的事。更加主神去属天的事。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安尼写讲，所以恁若毋捌甲基督同过活，就着求迄个顶面的事，因为基督伫遐，予咱坐伫上帝的大柄，着第一顶面的事，毋通第一地上的事，因为恁毋捌死。呀，恁的活命甲基督也三甲藏伫上帝。伊讲，就恁的求顶面的事，就地以顶面的事。什么叫做顶面的事？顶面的事就是上帝的事，顶面的事就是咱的活命、咱的生命，甲上帝结连的代志。在咱的世间的中间，你的目睭藏伫倒位？在咱世间的活命的中间，你在意的是什么？你自信的是什么？无贪恋这个世间，就自信去属天的事。但牧师讲这三项的操练，讲到这个所在，有时咱会感觉，敢那似懂非懂，嘛敢那好像是一个道理，敢那是一个敢那安尼无真容易去做的代志，看清世间的事物甲财富。甲精神肉体贪欲切断，无贪恋这个世界，只有自信去顶面天顶的事。这个事讲真抽象，这是咱来感谢主。
咱今日的司会长已经带咱看一段圣经。我想要用耶稣以后面对试探，伊本身的一个亲自的经历，透过咱所看今日这段圣经的故事，让咱今日所在深深去明白。在马太福音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段圣经节，这段圣经节对咱来讲，咱真清楚。就是唔忙，这段圣经节唔是讲一个文字的记载，这段圣经节是讲出一幅图，思想藏在咱的心，藏在咱的头脑内底。主耶稣伊原面对试探，但是当主耶稣面对试探的时阵，伊怎样来面对这试探的挑战，其实所在怎样来克服，可以来离开这试探中间，无陷入去魔鬼的试探中。所以我想透过马太福音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段圣经节，来帮助咱，当咱面对试探的时阵，咱会当思想这幅图藏在咱的心中。这幅图是主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的禁食，要搁最大的时阵，伊所面对的试探。等下给咱人生的中间，咱有时有枵，有时有最大，有时在旷野中。等咱腰去嘴巴去控压中，就是思想有魔鬼的试探，到一些肉体的试探，到一些环境的试探的引诱咱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给咱一个真水的解释，伊讲这一切恶，拢会当看作是魔鬼的试探。虽然有时罗德马丁个分教有三种的试探，但是无论是咱自我，也是咱的肉体，也是咱的环境，也是魔鬼亲自的试探。拢是魔鬼的掌管，所以当主耶稣面对这些试探的时阵，咱看伊也赶快面对三种的试探。头一个试探是啥物？头一个试探是魔鬼甲撒旦甲讲啥？讲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你会当反复这石头变成做饼。四十天无食，四十天无啉，腹肚枵甲冻袂掉。头前看到迄个石头顶壳壳，那石头通变作面包来食，迄是原因，会引诱原因的试探。魔鬼嘛是用这种肉体的试探来试探咱。你那是上帝的囝，他反复在石头变成做饼。第二魔鬼嘛是对耶稣试探，迄个试探就是一个世间的试探。其实所在甲讲讲啥，你那是当拜我，你那当拜。撒旦拜我魔鬼，你若敢若甲我拜一个，伊讲我就要将世间万国甲万国荣华富贵拢赏赐你。你敢若头顶一个，你敢若甲我跪一个，我就要将世间的荣华富贵万国拢给咱。世间哪有这么好的代志？咱拍拼累积，就是要哪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？敢若只有甲魔鬼拜一个，试一个。伊讲，这就要给你，这是一个来对世间的试探。同款，魔鬼嘛对耶稣对做第三个试探，也就是魔鬼亲自的试探。讲你那是上帝的囝，你就当对这个圣殿关关的所在跳落去。意思是咪？伊是讲你试看卖啊！你讲你有真正上帝保护你。你试看嘛，这个上帝是不是真啊假？你若对这跳落去，看是不是上帝是真正上帝，还是假的上帝？上帝真正是不是会当让你拢无得到伤？上帝是不是会切开天塞去，即阵去半空中都甲你揽来，甲你围咧，试探你的上帝？你要亲爱的姊妹，在咱人生的中间，咱也是同款，面对这肉体的试探，面对这世间的试探。面对撒旦魔鬼对咱的试探，让咱离开上帝远远。三种的试探，主要说在刚一刚的内底去碰着。对，主要说是愿意做挣扎，愿意做引诱，愿意做刺激，总是主要说怎样来面对这些试探。等咱看这段圣经。主要说，跟他用一套方式，用一个方法呀，跟他用一种的药啊，就有够呀。这个药方是什么？就是用上帝话来堵断这试探，用上帝话来堵断这试探。
所以当试探甲讲，所以当魔鬼甲讲讲，你若是上帝囝，会当吩咐这石头变作饼的时阵，主要说就用上一句上帝话甲堵断。伊讲人活的，毋是干那活靠饼，是活靠上帝对出伊的嘴所出一切话。意思讲，我活的毋是干那活靠你遮的饼，我活的是活靠上帝话，上帝话是我的命令。当主耶稣面对第二项的试探，世间的试探，伊个魔鬼甲讲讲，你若是拜我，你就当要将这世间万民万国这荣华富贵拢赏赐我。主耶稣讲什么？主耶稣伊原应用圣经的一句话，甲拄到等于讲讲啥？伊讲，那是圣经甲我讲，就拜主你的上帝，独独服侍伊尔尔。我干那要拜主我的上帝，我干那独独要服侍伊尔。伊是讲，你甲我讲遐个拢无效，我的心坚定。第三种嘛是同款，当魔鬼甲试探讲，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当对这落去，对圣殿的中间跳落去。主要所记的所在，跟他讲一句话讲：，不得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我对我的上帝有坚定的信心，我绝对无要甲试探，无要去迄个所在甲试，因为我相信上帝是真的。坚定的信心和上帝亲密的关系。你们亲爱的姊妹，我来刚才讲这么多，最后一个重点是放在哪里？这个犹太已经很清楚，是你对上帝会认识多少。你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你头脑里所想的是什么？你最困难的时候，你感觉想到是有什么样人的方式，有什么样人的方法可以阻挡，要是你遇到最困难的时候，你上帝话就在你脑海里出现，让你马上可以拿到这种武器来对抗这些试探。当上帝话一个出来，这些试探就离开。当上帝话一个出来，上帝在他的话中间带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怎样去做。在那个在做中间，我们有听候上帝的时间，要有咱家己做人的责任，做人的方式，上帝启示咱，帮助咱去行。当这段圣经在这百度，予咱清清楚楚到最后结论。四章十一节，伊讲只安尼，使一切恶者魔鬼就离开。伊讲，这魔鬼，这撒旦就离开。你来讲，天使就来伺候伊。你亲爱姊妹。一切恶，一切恶者，一切撒旦离开咱，天使就来咱的边啊，给咱伺候。这是我的水的一百度。当咱面对这些试探，离开这些试探，你离开了，有什么人会围在咱的中间？天使就围在咱的中间，天使就保护咱，天使就陪伴咱这阵来行，你就别孤单。你就别惊呀，因为咱已经打破离开这一派，望上帝祝福咱，和咱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是不是真欣欣？时常有天使来祝福咱，天使来围绕咱，天使给咱的四周围，也是咱陷落去魔鬼的试探中间，给咱的四周围的中间，望上帝帮助咱，和咱当真正离开这试探。上帝祝福咱，让咱有上思想天使跟咱三个弟弟，下面要用一首的诗歌来回应咱今日所听的信息。那么咱继续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咱今日所听的信息。
请吟上吟511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。上吟了后，请牧师为咱祝祷。愿上帝搁一届用你的话来坚固我的信心。愿主耶稣基督搁一届用你的听来激励我彼此相听。愿信心的保守看顾甲我撒个地地，互人也看见我对将来毋茫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疼痛，信心的保守看顾甲咱撒个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荣耀的君王。